推动民族品牌跨境出海，助力中国制造品销全球。大家好，这里是国货出海优品推荐。东莞市汉运服饰有限公司扎根中国服饰的文化传统，结合现代工艺，专注原创中国风系列服饰的设计研发、生产制作，并拥有龙香记、怡素苑两大服饰品牌，在武汉、深圳、洛阳设有品牌专柜。公司拥有织衣厂、绣花厂、汉服及旗袍类设计团队，业务范围包括服装的品牌文化创意设计及制作个人及企业服装定制，服饰领域涵盖男装、女装、童装的日常着装，影视剧、舞台剧等表演服饰，博物馆、国学院、汉风景区等专项服饰，既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又能提供各界人士工作业务服装需求。东莞市汉运服饰有限公司惯于以欢快明朗的中国色配以中国传统刺绣技法制作服饰图案，多采用渐变印染、印花印染、两色对撞来突出服饰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公司拟秉承创新发展理念，坚持以质量信誉为生命，以国内外市场为取向，以开发设计独具匠心的中国风服饰系列为主导，将独特的现代意识融入传统服饰文化中，带出强烈的亲和力，创造出极富时代感的国货品牌产品，立足国内外服饰市场的高峰。